这第二季中餐厅的热播，在节目中担任大厨身份的王俊凯又获得了不小关注。在节目播出之前，有很多人对这个19岁男孩的出意并不抱太大希望，但看了节目后才发现，王俊凯不仅有颜值和人气，做起饭来也是有模有样。而在日常生活中，王俊凯也是一枚妥妥的吃货。近日，王俊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，特意从30000张照片中选了3张与大家分享，其中有2张和美食有关，一张是风景照。我们先来看第一张，点击播放器 IF520KR 给是台湾非常有名的小吃，王俊凯也是不止一次吃过。记得王俊凯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就已经吃过了。不过比较搞笑的是，王俊凯在介绍这道美食的时候竟然忍不住狂吞口水，看来真的是王俊凯的最爱的。第二张照片，王俊凯与我们分享的是台湾奶茶，并且还说到喝奶茶的时候不仅要加野果，还要加珍珠，还要加黑糖，甜死大家。第三张照片就是很美的风景照了。其实从王俊凯分享的照片来看，王俊凯也可以说是一个对生活很讲究的少年了。期待遇见更好的王俊凯。